陈婉淡女士生长于农村，在家族事业的熏陶下，对于人生跟工作有着不服输的个性。从小看着父亲与兄弟姐妹载着一罐罐装好的蜂蜜四处去零售，每挨家挨户拜访，有时也在市集随便一个角落开始贩售。这样的付出能有获得好利，让陈婉淡女士受弟弟一句话鼓励，奠定了之后在家族事业上成功的基础。生性聪颖又坚强的陈婉淡，在19岁嫁给了淳朴的陈文才，5年后育有两男两女，在乡村以务农为生。夫妻生活艰辛，但也很知足。务农本是必须劳力，陈婉淡的弟弟关心着姐姐的生活，并耳提面命地说：“做生意一个月30天也有一扣。”就这样，陈婉淡开始经营蜂蜜生意，加上个性刻苦又有经营理念，使得很快在邻里间颇有名气。渐渐的，其儿子陈俊明、陈俊郎在慈母及严父的陈婉淡尊教下，在乡村成立了天香蜂蜜公司和原香蜂蜜公司，名扬乡里。即便陈婉淡家族企业目前有这番的成就，其跟丈夫也常回馈乡里，更服务志工已担任10几年，着实有着身教及言教的恩德，深刻着支持着家族的力量，或认为本乡的模范母亲。也再次恭喜我们的陈婉淡女士，也欢迎我们的园长乡大家长李明明李乡长为咱敬上纪念品。好，谢谢我们的李乡长。各位来宾，欢迎是我们的原住乡乡民代表会，我们的陈胜元陈代表为咱敬上纪念品。好，谢谢我们的陈代表，谢谢。各位来宾，欢迎是我们的原住乡农会总干事，我们的李美容李总干事为咱敬上纪念品。好，谢谢我们的李总干事。各位来宾，欢迎是咱瓦窑村村长陈忠一陈村长为咱上台敬上纪念品，欢迎陈村长。好，谢谢陈村长。那我们邀请我们的亲朋好友亲友团一同上台合影。欢迎我们的亲友团啊到场的支持，感念我们的母亲的辛苦。让我们再一次掌声鼓励，非常不容易，我们的父母亲都是我们夫妻两个担任，非常的不容易，大家再次热烈掌声给他们祝福。哦、我们亲友团非常的庞大。好，我们一起看镜头，模范母亲赞。好，谢谢谢谢，也恭喜我们的陈女士。